家好，我叫南如卓玛，是一个集智慧、才华、美貌于一身的藏族小仙女。我现在生活在中国西部甘肃兰州，这是一个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，非常漂亮。我就住在黄河边一个高楼大厦里，这跟我以前生活的方式完全不一样，但是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。我在这里生活了12年了，很难想象我是9岁的时候才开始学汉语的。下面带大家一起跟我一起去看我美丽的家乡甘南吧。这里有草原，有森林，而我就出生在草原和森林的交汇处，这样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山村里。记忆中的小村落不通电也不通车，家家户户都点着煤油灯，夜晚我就和小伙伴们一起趁着皎洁的月光玩捉迷藏。我们经常骑着马和大家一起唱山歌，我的小伙伴们他们大多数选择留在了村里，过着春种秋收和放牧的生活。记得那个是90年代中期，我就在我们的村子里上了小学。那时候我们那里上学的女孩并不多，每天需要来回2个小时的路程才能去学校。现在想起来已经忘了当时苦不苦，只是觉得很兴奋。上学第一天的晚上，我回家将学校里学到的内容背给我的阿妈听，我阿妈高兴的眼睛里都是含着泪的。长大后我才明白了她的心情，一辈子没上学是她最大的遗憾，所以当她看到我的样子，我知道那是喜极而泣。我一生都不会忘记我阿妈当时的样子，她常常在我的脑海里回荡，所以我到现在也在学习。很快我就转到我们的县城读小学了，当时是3年级。3年级的时候我还一点汉语都不会说，写作文的时候完全写不出来，因为组织不出来语言，当时经常被老师打下来重写。我就开始拿着一本书自己一句一句的抄写、默写、仿写。到第2年的时候，我就拿到了学校的作文竞赛1等奖。我从小性格中就特别喜欢新鲜的事物，我阿妈给我讲过，我小的时候非常喜欢当记者，然后学着电视上记者的样子，帮我阿妈割青稞的时候喝水的壶挂到脖子上，说看这是我的摄像机，我是记者。没想到我的愿望实现了，2013年毕业的时候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记者。从2013年开始一直到2020年，当了7、8年的记者，我采访了大量的人物和故事，也写了很多我的家乡发展故事。我的家乡都变了样了，我现在回家的时候都已经认不出路了。我们老家村子都搬迁了，搬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生态文明小康村，那里就要快要打造成旅游景区了。在当记者这些年，我采访了很多的人物，包括有埃及的总理，还有全国两会，也去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去采访过，写了很多正能量的故事。故事还没有结束，兰州这座城市给了我爱情、友情、亲情，当然还有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我的小扎西，我的儿子。也就是1年多前他出生了，所以我也换了我的工作，从一名记者变成了一个兰州大学第一医院的一名工作者，用我的笔继续记录白衣天使的故事。我的爱人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，他是一个很腼腆的男生，会唱很好听的民谣歌曲，我当时就被他的气质吸引了。他还写了很好听的歌曲给我，对我这种喜欢文字的女生来说非常有吸引力。我在兰州生活10几年了，在这里呢，我很思念过我的家乡，也想念过我的亲人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孤单，因为在这座城市里我也有很多温暖，我的朋友、家人、我的孩子、我的工作还有我的学习事业，我都觉得非常的快乐和充足。我觉得这座城市已经变成了我的2个故乡。这就是我的故事，我还是那个集智慧、才华、美貌于一身的藏族小仙女卓玛。